这个雕刻的质感呢，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尊千手观音呢，显得是金碧辉煌。 我们没有先例，即便就是我们建国以来，也没有修复过这么复杂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刻艺术品。它在我们修复界来说。 这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一项修复工程，对整个我们对这类文物的这个将来保护、怎么修复，确确实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